好久不见，舒雅。卡特，怎么会是你？我劝你最好不要插手这件事情。威哥当年在我这儿也是像你一样这么的固执。这一切是怎么回事？这里难道就是暗藏在北极边缘的空中大陆吗？远处那道光束和实验室里看到的光束一样，附近看起来像是有人曾经在这里生活过。
树所在的地方。可以让我到对面去。